一位妇女怀孕七个月了，有一次出远门回家后，忽然觉得胎儿往上顶，弄得心痛，坐卧不安，请来两个医生医治无效，便说胎儿已经死了。于是他们将蓖麻籽捣烂加麝香调和，贴在孕妇的肚脐下面，说要把死胎儿打出来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家人心有疑虑，连忙又去请来一位陈医生。陈医生仔细观察病人和诊脉后，问前面那两个医生为什么要打胎。前面医生回答，胎儿已死。陈医生问，你们怎么知道是胎儿已死？前面医生说，妇人两尺脉沉绝。陈医生严肃地说，你们这是误诊，辨别胎儿是否死亡可根据母亲的面部、舌部的颜色判断，面部发红，舌发青，这是胎儿死母亲活。孕妇面发青，舌发红，意味着母亲死，胎儿活。如果是脸唇口都发青，则是母子俱亡。这个孕妇没有这些症状，面不青，舌不青，胎儿没有死。孕妇出现的症状是由于胎儿位置往上压迫心脏所造成的。于是用紫苏饮治疗，服用十剂药后，孕妇痊愈，母子平安。于震对这则医案写下暗语，他说，两尺脉绝容易认作胎儿已死，如果不是陈医生的妄诊，岂不是误杀了两条人命？由此引申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这就是中医所特有的诊法学说。诊法学说是《黄帝内经》重点阐述的一个部分，是信息理论的最早表述，同时又是信息理论最灵活、最奇妙的运用。《黄帝内经》自信地指出，人体内的任何病变均可反映于人体外部，通过对人体外部特征的了解，便可把握人体内部的变化规律。以我之彼，以表之理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，见微之过，用之不殆。这段话明确指出了，通过由表及里的途径和方法，可以认识体内的病变情况，做到对疾病的原因、部位、病情以及预后给予正确的判断。这种由表及里的方法分为望、闻、问、切四个组成部分。这是运用视觉观察病人的神色、形态和舌相的异常变化，以判断疾病性质和部位的诊断方法。视其外应，已知其脏，则知所病矣。就是说，观察病人的外部反应，便可以得知相关内脏的情况，就可以了解病情。其中，《黄帝内经》尤其注重对神色、舌相的观察。最重要是望神，望着人的身体，一进来就人一进来，大夫一看就知道你的病是轻是重，就心中有了有一份底。重病人上家里去，上家里去给人家看病人，一看病人脸冲里躺着的，这是一种症候；脸冲外躺着，还仰着脚躺着，这都跟中医辨证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望身、望形啊，在这个望色、颜色，这脸色是红啊，是黄啊，是发白啊，是左边红右边黄，还是上边红下边发黑发青啊，这都有
这跟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，所以要望色。首先是望神。黄帝内经认为，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，是生命活动的外在重要表现。灵枢天年中说，失神者死，得神者生也。神的盛衰是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。灵枢大惑论中说道，五脏六腑之精气，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。就是说，眼睛的精华及神气来源于五脏六腑的精气，有神无神可直接表示五脏六腑的精气状况。所以对神的观察主要是对病人眼睛的观察。黄帝内经还具体的指出，肺的精气与眼白，肾的精气与瞳孔，肝的精气与眼黑，心的精气与内外眼角和血络，脾的精气与上下眼睑密切相关。从观察眼睛局部的变化，可了解相应的内脏情况。对面部的观察，黄帝内经提出了五色诊，即面部的五种颜色内应五脏。灵枢五色中说，肝为青色，心为赤色，肺为白色，脾为黄色，肾为黑色。在病理情况下，五色又代表了不同性质的病变。素问举痛论中指出，黄赤为热，白为寒，青黑为痛。色泽是脏腑气血的外在荣华，而面色则更能反映体内内脏的生理和病理情况。黄帝内经先把面部的位置进行划分和命名，然后再确定具体脏腑在面部的位置。两眉之间是肺，肺上方额处是咽喉，肺下及两眼之间是心，心下是肝，肝两侧是胆，肝下及鼻尖处是脾，脾两侧及鼻尖两侧是胃，两眼下方是小肠，小肠下方及两颧骨处是大肠，大肠外侧及两耳门前是肾，两鼻孔下方是膀胱。另一种方法是以五方五行位置进行分属，即左颊为肝，右颊为肺，额为心，鼻为脾，下巴颏为肾。黄帝内经认为，根据面部各部位的色泽变化，便可察知脏腑的病变。如肝热病者，左颊先赤；心热病者，眼先赤；脾热病者，鼻先赤；肺热病者，右颊先赤；肾热病者，胰先赤。另外，眼睛的五色与面部五色具有同等价值，因是目之五色，以知五脏而觉死生。就是说，观察眼睛的五色情况，便可知五脏病变的轻重。在下面就该望舌，望舌只是望针一部分。对诊脉的时间，特别是四时五脏脉不同季节的脉象，如春弦、夏红、秋服、冬沉等，均有精辟的说明。这个传统这种诊法，那目前它的价值在哪里？可能还有什么样的价值？它的价值在于实用。因为你从现在去讲的话呢，设备好像这么高的，但在中医来说，只能参考，只能参考。只能做参考。我们只能参考。嗯，我们就得根据我们的诊断，嗯，中医的这个方法，思维的方法，嗯，来看。对，他现在校长。
我还一直返聘呢，没在一起，从南一园登到这旁边部的。哦，旁边部你们那个老不正是是，我们后来说完了以后，好多病人也找您呢，也找您的呀。他当时已经就是就不行，四肢瘫痪，眼睛失明了。哦，眼睛失明。对，有那么六七个病友已经都不行，都后来全陆陆续续死了。哦，就他活着呢，就陆大夫给他救活了。啊，眼睛特别好，校长，这现在这长得一米七六七个，那个吧挺壮实的。嗯，特满面红光，特别好。那天提醒我说找陆大夫看病，他说是吗？又曾经救活了我。哦，厉害了。激动跟你讲，你老师提起这陆大夫。望闻问切得来的材料，经过加工。分析以后去粗取精啊，形成一个概念，概念就不是具体的事情，就比那要高了，这是上升的理论。那就是说虚症、寒症、热症啊，阴症、阳症，这就是概念了，这就不是那个具体那个啊，可能一个热症，你说好比肝热症、肺热症、心热症、脾热症，这一个心热症就可能说成十二个症状，什么样的脉象，左手什么脉，右手什么脉，脑袋什么脉，脚上什么脉，肚子上，这都不一样了。但是他就是说总纳起来说这是个热症，所以形成概念以后，就是中医叫辨证，辨出症，这才是呢中医说治病必求于本。那本在哪？练出的本来。您都不认识我了吧？在我们采访焦树德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位补锁之客。你这样的，我就打听你，说你来了，说你还在这里呢，所以我就来看你来了。你现在呢？还在呢？我退休了，退休了。但是我下礼拜我在美术馆的展览。嗯。那个，我跟老王向您感谢。这么多年您救了他一命，他活得非常好。他已经退休了，现在又在一个公司里做顾问。我们都很忙，我退休以后也很那个忙。国家出手奖评奖。我看着呢。有您是医药方面的事情，哎，您把电话给我留下吧，我的电话留给您。哎呀，我一言说不好说，不好说，那都要给他做手术的，焦大夫说不是癌症，所以我们吃了焦大夫的一年的药，完全好了，什么病也没有，现在非常非常健康，退休好多年了哈，公司一直聘着他，而且现在在一个大公司里做顾问。我当初就聘了几年了，没法说了都。谢谢您，谢谢您忙，您忙忙啊，我跟老王一直就念着您，焦大夫现在还上班呢，是一个日本的专家来看病了，好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。你这个再说我还在中正门，在北京大学中正门医院工作啊，现在我当时患病的挺严重，都挺严重，尤其是他先生那时候这一说就哭啊，现在就好多了，我也忘了他也是什么癌，胰腺的还是什么肠胃系统的，白胰腺癌症啊，所以吃了中药现在挺好，这不几十年，一直退休还挺好啊，咱们就算活不长了，家人都认为活不长了。焦老叹息了一声，不知是感叹岁月如流，光阴似箭呢，还是感叹《黄帝内经》诊法的神妙。接着他又开始给病人看病，所运用的当然是《黄帝内经》的望闻问切。